主席、各位委员，再邀请苏主委。好，主委请。姚委员早。主委，请教这个问题哈。依照你们有限广电法的第53条第二项规定，以及基金的收支管理办法，40%，前面的委员提过，是要拨付给地方政府的这个经费。对。而其中有一项的工作，就是要改善偏远地区收视的问题。对。但是很明显的，这一项工作并不是地方政府所关心的重点。那个 NCC 似乎没有要求这个得到这个经费的地方政府啊，要能够优先改善了偏远地区的收视，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实在是说不过去啊。诸位，是，我想请主秘来回答一下好不好。那个就是我们在有限这个基金在地方的偏远地方的改善，有没有要求地方政府来一起？有这一部分，我们有会同地方政府，在就是说他要提报有一些那个有线电视未达区的话，我们会透过那个有线电视的那个基金来补助。另外有关于偏远地区的那个数位无线电视的收讯，这个基金也有补助40%，其中的预算就是县市政府要付那个水电费跟维护费。其实县市政府也有在做。报委，这个诸位啊。诚如他刚才的答复啊，嗯哼，是有地方政府提报到你这边，你这边才做。对啊，偏偏呢这一项工作啊，是在地方政府来讲不宜重视嘛，所以就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特别是像我们原住民部落的收视的改善经费啊，是啊，绝大部分一直都是我们研密会预算来支应。嗯哼，除了呢你们所说的低收入户这一方面呢，对啊，是用基金来改善以外啊，是啊，整个还是由预算这个本来就很有限的研密会啊，是来支出处理这件事情。是，那么同样是为了保障这个基本收视的一个权益，是本席要求啊，你 NCC 要专业的补助原住民以及偏远地区收视率无线电视数位的节目，因为一旦完成了，嗯哼，你说那个低收入户那个地方都处理了，是，然而真正偏远的原住民部落啊，就根本就没有机会来看了。是，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偏远地区，特别是原住民的部落地方啊，收视的权益啊要兼顾进去啊。是，而研密会在这方面的经费啊是不足啊，所以本席要求啊，是不是 NCC 能再次以研密会能力所及不足的地方啊，就完全由你 NCC 这边呢来协助啊，配合从基金里面呢来去帮忙。是，报告杨委员啊，我们现在那个有限这个基金里面哈，那个发展基金里面，特别在普及服务的这一块，特别在偏远地区的服务这一块，我们其实是包含原民乡的，有包含原民乡，所以我们在那个建制的方面其实都有啊。那然后原民会呢，他们也是有编年度的预算，所以这边其实两边都有在做。好，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好了，那我们今年像那个我们有一个这个诸位啊，已经要做34，你刚才讲是原民乡。是，你讲的原民乡可能是34个站，三地乡，是三地原住民。是，但是另外有一半是平地原住民呢，你就没有照顾进去啊。平地原住民也是在偏远的地方啊，同样要兼顾进去，你要实际了解好不好？是，好，我去了解，因为只要是包含在那个范围之内，其实我们现在都有补助。这平地原住民也属于很多偏远的地方嘛。是，我们去了解。他们也有收视的一个潜力。是。在这里啊，特别提出来，希望能够专案呢、来补助原住民地区，也不单单你所说的
那个三地乡那样的一个地方，那只是二分之一而已啊，另外二分之一是我那边的平地原住民的啊偏远地区，也要经过进去才是。而这样的一个地方，研民会的啊经费啊就没办法兼顾啊。是啊，我想我回去会去了解啊相关的那个刚才这个杨委员所提到的部分。好，这样子。对，好，第二个问题哈，跟杨委员报告一下哈。现在关于山地或者是各部分部落啊，那个收信不好的地方啦、啊，我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呢、啊，我会去看一个地方，然后那个设立完成以后，所有的部分呢、啊，我们会比较处理，就是让收视不良的地方啊，我们就加强去把它补习，把它加进去。所以这个你去之前呢、啊，先跟原民会接头。对，所谓原住民有山地原住民的部落，对，更有。平地原住民的部落了，对，我知道。那基本上哈 ，NCC 在我们的预算呢，今年的预算总的通常基金里面只有7亿多了哈。那基本上来讲，我们会把我们可以挪出来的经费呢，尽力来协助原民的部分，我想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哈，我们会来处理。啊，诸位要请教第二个问题哈。好，这个公司虽然依法堂而皇的。接受基金30%的捐赠，那个公示。对。那么并不表示啊，你 NCC 就应该放弃对这个公示经费用途的那个审查权以及啊考核的权利。是。你 NCC 应该啊也要很清楚的。看到公司把钱用在哪里，啊，有何效用？是了解。特别是相关的啊报道，引申到我们自己的原民台这方面的报道的偏差，啊，不能够啊平衡。在这方面呢，我们很希望啊 ，NCC 在这方面的啊审查前跟考核前不能放弃啊。怎么样？是报告杨委员啊，那个公共电视他们的这个又就是我们过去的这个经费啊，他们的使用的方面，分两个部分，他们有这个有就两个部分有监督机制。第一个部分是公共电视他们自己本身有一个董事会，在那个董事会里面，他们自己要去审查他们的预算啊，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根据公示法，主管机关是新闻局。所以新闻局是要主管，要负责这个公示的相关的经费的督导的责任。那我们这边呢，主要是根据我们的这个油光法的这个相关的规定，是主要是提拨相关的这个经费。那审查权跟考核权呢？所以审查权跟考核权主要是由他们自己一个内部的机制以及主管单位是新闻局来负责。啊，所以目前 NCC 只负责把经费啊就拨给他们使用。这样的，这个特别跟杨委员报告，因为这个是依法，在权责上面是由公示的董事会和这个新闻局来处理的。今天那个新闻局的有没有来？是新闻局今天应该没有请他们过来，对，主要是新闻局啦，是他们的主管机关。有关这一点，请转达一下，好不好？是好。好，嗯。另外 ，NCC 你们预计是2001年的6月建制完成数位无线电视改善站。而那个改善站是由地方政府发包啊建制，而实际上在建站的时候啊，会遭遇到地方的民众反对，是或者用地的取得非常的困难，所以种种的原因啊势必将使这个事情呢、啊、导致于进度的啊延宕，所以。你 NCC 如何在2001年完成这个数位无线电视全部成功的啊转换？而你们是说这个要进入到啊这个这样的一个延年，能够完成吗？准时完成吗？是这样的一个因素在那边。是我想没有问题可以完成，因为先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负责的是50个站哈。那么34个站，今年年底之前要做34个改善站，34个改善站其实全部都发包完成了，而且现在已经差不多快要在预定年底前全部会建完，那剩下的那个其他的进度，我就请那个
跟委员报告一下，就是我们今年大概就诚如刚才主委讲，就我们今年呢大概在年底以前会全部完工，然后明年大概有九个站，我们在明年六月之前会全部完工，所以我们大概有信心，大概可以陆续完成。然后第二点跟委员报告，就地方有抗争或者有疑虑的话，我们会尽量跟他协调，而且开一些说明会，跟地方做一个民众做一个协调沟通。所以我们目前还算沟通管道还算很顺利，所以跟委员做报告一下，谢谢。好，你的意思是还是信心满满，如期完成是不是？是可以完成，因为我们在这个做改善站之前，都会先去跟地方政府沟通。其实地方政府也给我们非常多的协助了。啊，所以尽量的来这个化解这个民众对于这个部分的一些疑虑。那所以基本到目前为止呢，只有少数大概可能出现一些问题，但多数都是蛮顺利的在推展啊，这样子。另外一个问题哈，你101年所谓通讯传播监督管理基金编列了30万，是出来是用来啊监督相关单位办理宣导。啊，滥发电子邮件的法律问卷的一个问题，你们预计啊调查出多少个人数？是，我请那个主管的那个高处长来说明，就是滥发电子邮件编30万啊，有没有看到多少的件数？报告委员。我们每年像这两，尤其最近两年哈，我们都有大力宣导，我们跑遍了全省所有的那个至少12个大专院校，还有到地区，所以那参与我们活动，因为我们活动而接受到这相关防治垃圾讯息的民众跟学生这人数有数千人，至少今年像最近一次的那个网络的宣导活动都有2000-2-3000人参加，所以这个宣导我们是不断的在推动，而且我们也不断的要求业者对于防治垃圾邮件他每个月都有报数据，如果民众有反应，我们随时机动的会跟业者联系，那目前民众对我们这种积极来处理的态度大致还算满意。跟委员报告，是担心你们呢马府的交差结案来了事。那么另外一个哈，你们在101年度也是有个网路线，这个网路线上申办服务系统使用率的目标只有26%，是不是就表示明年度这项的系统可能有74%的资源呢被闲置不用？那么这样没有效率的一个情况，你们 NCC 怎么能够接受啊？是那个杨委员，我想请那个主管的那个处长来说明哈，就是网络线上的一个服务的系统。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现在是采那个线上，是采双轨。如果说民众有需要的话，他可以在网络上线上来申报。然后有些民众可能他要临柜也可以，所以我们是采双轨。不过我们尽量在推广，如果民众说有中文需求，我们是尽量请他透过网络来申办的，来比较方便。所以是目前是在推广期哦，然后我们会还持续来推广这个整个一个使用情形。那以上做一个简单报告，谢谢。那个诸位啊。本席是认为任何一个计划执行的时候不容许有任何松懈的一个空间，是你没有定出一个高标准的话，那个好像就纵容无效率的情况存在那边，所以这一点呢NCC 是要再努力，好不好？是，我非常认同这个杨委员讲的这个部分。那我们也觉得我们现在要开始，因为现在是个网络的时代啊，那所以应该有更便民的措施，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改善我们的网络很多申报的东西。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在我们的网站上就有业者来直接填报资料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个部分其实就省得业者舟车往返。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就是它规格化了以后，相关的资料进来之后它也可以检核啊，那么也可以帮助我们把那个资料将来做累积。所以其实现在做一个网络申办的东西，我想我们会推广啊，让更多的民众可以好好的来使用啊。你们还要再努力就是了。是，好，谢谢。好，请回州。好，我们下一位。